是可以的。还是有点暧昧。你看一下价格，你觉得价格有点暧昧吗？等一下哦。来，买口继续动。这样可以。行，行行。那我们要，你要让他走一次，然后我们就 roll。我们可以直接 roll。哦，好，那就是你。那你跟他讲一下，他要怎么走。好，青青就从这个位置，然后打开门。回头看一下，等下我教。现在还没乱贴。现在没教吗？那你拉之前先，这是你的事情。再关起来就没了。不能让他真的关起来，但是你还是拉的，就是你要拉开之前，你先这样转一下，我才会知道，我会怂。好。然后声音也会需要你，你可能是要压一下。OK。然后他就只是这样子，然后到外面吗？走出来，然后回头看。你要到外面吗？然后要走，最后走出去，然后合上。先手机先等着聊。小心没有，刚刚是开着啊，你们要打开吗？关。哦，我关了。上面的是不是还是开着？对，上面是开的。那就，是对。谢谢。好，没事。我喊了。哎、那个，你们等下可能要有人工。哇，我的椅子。要开直播了，就是他要删一个。好，轻轻头发，这个拨一下。感觉。哦，我应该站在外面才对，我要拉我下去。我这位置 OK 了吗？可以 ，OK， 对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你要回来。好，全场准备，全场准备。那是不是他三？哦，他三，好 ，Sound， Speed， Roll， 微班。那个窗可以帮我关一下。玉米，继续删哦。Action。Cut。微板。好。他是不是看的位置可以再近一点？对。外面的话可能不能。嗯，好，上。对，好。那我再叫外面听一次。等一下，你开门的时候，就是你开门之后，你可以接我走。就是你刚刚是在这里回头看，亮点太暗了。在这边。门是大概开了三分之二的。好，我这里。对，回头看。对，哎，你坐下来，那再一次吗？对，是，对。好，那你头发再拨一下，你这边掉下来。